正确的字是不看心不看境。后来好像是90年代有了网络了，然后有日本那个大阵仗了，在网络办啊，西贝塔把它传播，出现了字是浊呢，执着的浊，竟然变成用执着的浊了。原来啊，是他们日本的出家人把那个就把那个正确的那个不看心不看境那个字，日本人看不懂啊，那个可能是变体字还是异体字啊？结果把它误判成说是看了、啊，那浊了、啊、变误判成是把看异体字还是变体字，把它误判成为浊执着的浊，竟然把它改成执着的浊呢？后来日本人发行那个网络版的《大藏经》，你看那个六祖坛经做产品，现在网络看不晓得有没有改了。90年代都用那个执着的做，所以要请注意啊。应该是看不看心不看境，网络搜寻可以找得到有论文研究，有论文研究这个问题。跑掉了。